介紹咧另外一隻款喎，又係呢一隻牌子嚟嘅，就叫做 Metal Earth 啦。咁今次咧呢一隻款咧就係 Ford 嘅1908年嘅 model 嚟嘅，係類似一種古董車嚟噶啦。咁咧我哋先拆開裏面睇睇啦，裏面咧佢又一樣咧，又係咁樣係薄身嘅，又係嗰啲鐵片啦。嗱，先拆開佢睇睇啦。佢裏面咧就跟咗咧，又係一本咁嘅類似嗰啲 manual 啦。咁啊，教你係點樣砌呢一部車出嚟嘅啦。成份咧就係咁樣嘅，就是、教你點樣砌呢一個 model 嘅。咁咧裏邊咧就會包括咧有兩塊呢啲鐵片啦。嗱，第一塊啦，同埋第二塊嘅，因為我之前咧就砌咗少少啦，所以就空咗幾個位啦。咁其實咧，我係砌咗少少嘅。咁咧，其實個款咧就砌咗出嚟咧，就係咁樣嘅。嗱，就係呢只咁嘅款嘅。咁呢個咧就係我跟呢個說明書啦。嗱，係用呢一個第一個步驟啦嚟砌嘅。嗱，我而家砌到咧，嗱去到呢一個位啦。咁之後咧，我就會繼續咧就砌落去下邊嗰個車頭嘅。
之后嗰个车头咧就已经跟足呢一度咧就已经完成咗呢一个部分啦，咁而又跟住咧就到呢一个部分啦，跟住咧就砌晒呢一度呢一个架啦，呢个架咧啲灯咧已经装咗，不过咧就要花好耐时间咯，因为佢太细同埋只手唔就手啦，之后就放埋呢个胎盘上去啦，咁放完胎盘之后咧就要放埋嗰个咧波棍啦。而家差唔多咧，就有少少嘅形状出咗嚟啦。而家开始咧，之前我砌咗呢个车头啦，就而家将呢个车头咧就放翻上去呢个车架度啦。
咬手去之後呢，用手慢慢揭咗佢啦，揭實佢啦。而家大概個車架個外形就出咗嚟啦。少啦，差唔多个车架型喺度啦。然后咧呢一版咧就差唔多已经砌完噶啦。咁咧就反去后边啦，就到另外第二个 page 咧就开始咧就砌嗰个车底啦，那个车头同埋嗰个车身咧就连结埋一齐啦。但放嗰阵时咧就要好小心咁样慢慢放入去啦。车胎咧就要装嗰条皮带啦，咁嗰条皮带咧就系呢一条嚟嘅，掹咗嗰条皮带出嚟啦，咁然后咧就揾翻条车胎啦，揾翻条车胎出嚟。然后将佢咧吞上去啦，条车胎又装咗一边喎，其实呢度咧有个箍嘅，因为点解咧？因为另外一边咧仲未装好嘅，因为装完之后咧，你就可以吸住佢咧，就比较 OK 噶啦。咁啊，如此类推啦，咁又系砌埋另外一条嗰个皮带啦。啊，条皮带喺呢度啦。
1908年的 Ford 的 model 来的，现在呢就已经砌好晒了，完成晒成架车啦。现在可以看看呢，砌完之后呢架车都 OK 的，几靓的。不过每砌一次这些这样的模型呢，差不多花费呢都要差不多要成十个钟头的，因为有很多细节的东西呢，因为太幼啦，同埋很难整啦，所以呢就要很多时间呢就要慢慢来跟它整咯。不过摆在玻璃那里呢来看呢就非常之漂亮咯。